这棒带到了中职外方向，要恭喜林培伟生涯的首安出现了，在第六个打数，而且有可能是一支长打，没有问题啊！恭喜林培伟在2024年的9月1号击出了在中职生涯的第一支安打，这颗球哦，要好好的把它收起来，当做传家宝了。这一来一往，对于郭玉铮哦，其实也不太好受哦，因为我确实上一个球，我们从画面来看到，其实是有判好球的。